推进活动，以握取赤马铃儿和新 U 阿卡滴滴滴反骨王雷奥尼打吧。怎么有反骨又有王雷？是不是那个卖鱼的那个王雷吗？哦，这个卡牌名字真的是太特别了。好，那这一次赤马铃儿又复刻啦，之前还没有拿到角色的各位玩家，这一次终于可以拿到了，而且我们还有新技能哦。那刷分应该跟上次一样吧？那我们上次是介绍那个魔导女孩哦，但是那一套呢，有些人没有，所以我们今天介绍一个更平民的卡组，就是尤贝尔啦。好，那其实原本是昨天要介绍，但我真的是一个忙起来哦，整个就忘记了有这个活动，所以晚了一天介绍。那刚好呢，卫斯还有晚熊哥也没有介绍这个活动哦，那就太好了，我赶快来拍一个哦，这样至少还有一些流量哦。好啦，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拍哦，但我就赶快拍一下，因为有些人还是要刷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一次是会出现在传送门，那我们收集卡牌就可以跟传送门的赤马铃儿决斗。那这一次场景三完成呢，就可以直接拿到角色，他就没有说几月几号才可以拿到，因为这个角色我们之前已经很多人都已经有了。然后呢，这一次有两个新技能哦，一个是使用赤马铃儿，然后发动20次永续魔法卡，就会有这个紧急契约洗净。然后1月10号的下午一点有新增一个任务，可以拿到禁断之契约书两个新技能。那这一次呢，活动分数到达一定的分数会有卡套跟卡垫。哦，然后这一次新卡反骨王雷奥尼达，还有滴滴可鲁贝洛斯，这两张都是新卡哦，所以我们如果收集满了，有机会再介绍给大家看哦。然后我们今天要用的是尤贝尔的牌组哦，这个应该已经有点用到烂掉了，但是确实它是非常平民啊。但有些人会质疑说，那个黑森林女巫跟三眼怪哦，好像不太平民哦，所以你有就有，有的话就放，没有的话你就放那些，抽牌的绿牌的卡片哦。但是黑森林女巫跟三眼怪是真的很好用，因为他们可以抓你要的牌哦，可以主要是拿来抓尤贝尔的哦，这样你就可以搭配这个夜叉或是祈祷者啊、守护者来炸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来打给大家看。OK。好，来挑战40等赤马铃儿，直接开干。OK， 最近呢，新的一年，阿庆想要再挑战我去年失败的一件事情，我今年要重新挑战哦，因为我去年决定说，我每一个礼拜都要在礼拜六的时候出阿庆真人秀，但是我去年呢，我大概持续了一小段时间啊，大概一两个月就又断掉了，就又开始没有每个礼拜发阿庆真人秀，我就觉得啊，这样不行，这个系列一定要持续下去，所以我们这个礼拜六就会有阿庆真人秀，而且是我跟我妹一起拍片哦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那个影片也是很久之前拍的啦，赶快把它消一消，不然我的库存实在是太多了，真的是非常的嗯汤啊，而且我又请不起片师哦，现在真的是哇太穷了，请不起片师啊，可怜啊，只好自己剪，然后赶快花一些时间来剪片一下，希望可以今年可以每个礼拜都让大家看一下这个阿庆真人秀。好啦，那我们结束吧。这一套你就是骑士出来嘛，有没有？就等收尾嘛。那我们等一下想办法看能不能把凤凰炸掉。OK， 给木针。现在他叫什么怪？我们应该也都不怕吧。
反正这个骑士不会被战破。OK， 来叫个女巫，结束。Ban， 好。啊，再抓一张女巫啊！现在绿牌一下。我觉得今年呢，真的是一到一月，我就开始有一种感觉哦，就是那种能量满满的感觉哦，快爆出来了，开始有那种冲劲了，不然之前都有点懒散哦。希望今年可以赶快冲一发哦。我们的频道呢？我们的频道非常惨哦，我们这两年哦，这两年的增加的订阅数居然不到一万，之前都是一年增加一万哦，现在是一年增加三千哦，这两年都增加三千而已哦，然后再来 Master Duo 也要出来，看能不能赶快起飞一下，起飞一波才爽嘛，对不对？好。希望了，希望了。对，好，我们用夜叉炸凤凰，凤凰被笑破，这样每回合跳出来就可以把对方的后台给拆一拆哦。不然他这个，他等一下自杀啊！你看他这个契约书嘛，每回合一直烧自己哦，很快把他自己烧死，这样我们没办法刷分成功哦，所以我们需要凤凰一直跳出来，一直跳出来，把他后台清一清哦，啊，这样比较保险一点。OK， 来结束。啊，再抓一张牌，祈祷者。OK。モンスター効果発動だよ。見せて。モンスター効果発動だよ。見せてあげるよ。モンスター。好了，直接结束吧。我们现在就等收尾啊。那我们今年也，今年的一开始就有一个活动哦，就我们 AC 杯要开始哦，但这一次改名叫 AF 杯，缩写改一下而已哦。大家曾经这个之前有参加过的 AC 杯，现在改名叫 AF 杯，然后第三届要开始了，所以大家可以赶快报名啦！我这阵子影片的置顶留言，我都有放比赛的资讯哦，所以大家要参加的话，我可以赶快参加一波，赶快去报名哦！现在还有很多名额哦。OK， 我就慢慢这样刷，来再结束。僕のターンは終了だ。 OK。 おそらくここまでは読み通りの展開。ドロー。そう思っている。好。モンスター効果発動だよ。等一下就準備来收尾啊。モンスター効果発動だよ。ご覧。モンスターを攻撃だ。ラブシェリキリッターの効果。这样就没有问题了。僕のターンは終了だ。即使对方零百，他场上应该也不可能会满，所以要收尾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好 ，OK， 来，我们最后收尾，这个收尾的顺序哦。稍微注意一下，先跳合成龙，来，一二三，哦，这样攻击破万，然后我们先送过去，紫炎之间谍送过去，然后发动驱除魔鬼，这时候我们送下去的骑士。
好，就可以跳我们的魔龙。OK， 那最后就直接收尾，打破万的效果伤害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可以拿到多少分哦。然后我们这一次 AF 杯是跟帅狗一起来当赛评哦，不知道大家期不期待。好，最后是拿到8200分。那近期呢也会开始在影片宣传哦，希望大家可以来看一下。然后我第一次跟帅狗合作，我也很期待哦，真的是非常期待哦。好啦，那今天的赤马灵儿的刷分就介绍到这边啦。如果喜欢今天阿庆影片，帮点个喜欢并且分享，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哦。每天晚上6点不订阅发布影片，各位亲粉，那我们就下次见，拜拜。